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Filipino-Chinese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Filipino-Chinese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非华体育总会 and Philippine 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菲中新闻台 CNTV， 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二，我是新闻主播 Candice Tan 陈静瑜，我是新闻主播 Ricky 孙凯，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Here's your latest news. Duterte and Trump held bilateral talks yesterday, however human rights issues were not addressed. 杜特尔特与特朗普昨日进行双边会谈， Malacañang 说会谈中未提及人权问题。During the ASEAN summit, Duterte called for a serious discussion on anti-terrorism and violence. 杜特尔特在东盟峰会时呼吁就反恐反暴力进行严肃讨论。A 7.3 magnitude quake hit on the Iraq-Iran border area on Sunday night, killing hundreds of people and injuring thousands of others. 里氏 7.3 级地震袭伊拉克与伊朗边境，伤亡数以百计。A North Korean soldier was shot and injured by his own side yesterday while defecting to South Korea. 朝鲜士兵投奔韩国时被朝方枪伤。Russian Prime Minister attended the 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 yesterday, expresses Russia's willingness to support ASEAN infrastructure.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席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上发言称，俄罗斯愿意与东盟国家落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项目。ASEAN summit seen as an opportunity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东盟峰会被视为一个可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机会。详细报道广告之后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请不要转台。Here in Greater Chinatown. Winford Manila for the win. Choi Garden Manila's newest and biggest branch is now open at the second floor of Winford Hotel located behind SM San Lazaro. Manila 菜园餐厅最新最大的分店开门了，位于 SM San Lazaro 后面的永福大酒店第二楼，欢迎大家与亲朋好友一起来用餐。Call 528-3600 local 1250 for inquiries and reservations.总部早上好，我是主播 Candice Tan 陈静瑜，我是 Ricky 孙凯，先让我们了解今天的头条新闻。
Duterte and Trump held bilateral talks yesterday. However, human rights issues were not addressed. 杜特尔特与特朗普昨日进行双边会谈。Malacañang 说，会谈中未提及人权问题。据飞龙网特约记者 Melo Amagunya 报道，在非国际会议中心 PICC 举行的第31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杜特尔特总统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坦率讨论。特朗普向记者表示，美国和菲律宾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说，菲律宾完美承办了这次东盟峰会。特朗普表示，他们会谈及到攸关菲律宾和美国利益的议题。总统府发言人 Harry Rogge 随后表示，会晤并未讨论人权议题，因为这未被提出。Rogge 补充，杜特尔特总统解释菲律宾所面临的毒品威胁，而特朗普对此看似同情，但并未发表任何官方立场。特朗普仅简单点头示意，这表明他明白我们所面临的本地毒品威胁。Rogge 表示，会晤还谈及到了贸易议题。菲律宾表示赞赏美国的普遍优惠制度，并建议非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Rogge 表示，杜特尔特总统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在马拉维武装冲突期间所给予的援助。CNTV 综合报道。During the ASEAN summit, Duterte called for a serious discussion on anti-terrorism and violence.杜特尔特在东盟峰会时呼吁就反恐反暴力进行严肃讨论。据飞龙网报道，杜特尔特昨日在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东盟峰会开幕式上表示，第31届东盟峰会是讨论区域和国际重要问题的绝好机会。他在肯定马拉维战争胜利结束的同时，也感谢东盟各国在战事中对本国政府的支持。杜特尔特表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这些威胁不分国界。同时，他也指出地区存在的盗版和抢劫现象，也对经济的增长造成了损害。另外，对于东盟国家所聚焦的毒品问题，杜特尔特总统再次强调，毒品交易危机了国家的社会结构。杜特尔特表示，此次东盟峰会将就其他区域安全威胁进行讨论，例如朝鲜半岛最近发射了弹道导弹，导致该地区局势更加紧张，而南海争端也是另一个受瞩目的关注点，这也将是首脑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当天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杜特尔特也共同主席了中国东盟峰会。在中东盟和诸多对话伙伴国的关系当中，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是最具活力、最富内涵，也是最早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国家。CNTV 综合报道。Russian Prime Minister attended the 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 yesterday, expresses Russia's willingness to support ASEAN infrastructure.第31届东盟峰会昨日在马尼拉正式开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上午出席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上发言称，俄罗斯愿意与东盟国家落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项目。据环球网综合报道，梅德韦杰夫13日出席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时发言称，俄罗斯愿意与东盟国家落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项目，并向所有东盟成员国提供其基础设施资源。考虑到我们广阔的领土对于俄罗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愿意向所有东盟成员国提供自己的基础设施资源，而且这不仅是机场，还有海运码头、铁路、公路、管道运输等。他补充道，俄罗斯看到发展北方海路的巨大潜力，也因此重建了俄贝加尔至阿穆尔的大型公路，以及连接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这些资源可以给俄罗斯的东盟伙伴国使用。他在谈到有关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问题时补充称，这种合作项目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商业界的立场。他还称，俄罗斯铁路公司已经参与落实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建设综合基础设施的工作，而新加坡樟宜机场公司投资开发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空枢纽。俄新社补充道，梅德韦杰夫计划在此次峰会期间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会谈。6 na pulis at 10 na lista sugatan sa pagprotesta laban kay Trump.
反特朗普示威者试图前往第31届东盟峰会举行会议的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进行示威，在马尼拉 Taft Avenue 与当局人员发生冲突，导致6名警察和10名激进分子受伤。据菲龙网报道，马尼拉警区警监 Joel Cornell 总警司表示，两名受伤的示威者被送往医院，其他人则有该地区的救援和医疗小组治疗。事件发生在数十分钟之前，杜特尔特总统主持了第31届东盟峰会的开幕式。这次峰会上有各国的领导人参与，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抗议者反对特朗普访问菲律宾，表示这访问可能会推动法西斯主义战争和军国主义。菲国警早前警告示威者，安全部队不会让他们靠近活动场地，因为他们只被允许在自由公园举行示威游行。非国警和非武装部队的33,000多名组成的安全部队在大民区部署，以确保本次峰会的安全、和平与秩序。Japan to give 1.5 billion yen in grants for Philippine maritime safety and Maori rehabilitation.菲方政府将接受日本为重建马拉威而捐赠的15亿日元的捐助。据商报报道，财政部周日表示，日本大使馆将以设备形式提供15亿日元，约合比索6.76亿元的资金赠款给工造部，用于恢复马拉威市和改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这些将用于恢复饱受战火蹂躏的马拉威市的设备将包括推土机、挖掘机和自卸卡车、雷达系统、闭路电视和无线电系统，以提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海上安全和反恐能力。菲律宾也在争取从日本获得3个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即大马尼拉地铁项目、甲美地工业区洪水风险管理项目和马洛洛斯克拉克铁路项目。广告之后还有国际以及财经新闻，请不要转台，菲中新闻台马上回来。 Magbabalik po ang CNTV. 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Coming up next, 里氏7.3级地震袭伊拉克与伊朗边境，伤亡数以百计。 The ASEAN summit is seen as an opportunity to attract more FDIs. 东盟峰会被视为一个可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机会。更多的国际新闻以及财经新闻 Sa'amin Magbabalik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Magbabalik Bo on CNTV 菲中新闻台。 Choi Garden Manila's newest and biggest branch is now open at the second floor of Winford Hotel located behind SM San Lazaro. 马尼拉菜园餐厅最新最大的分店开门了，位于 SM San Lazaro 后面的永福大酒店第二楼，欢迎大家与亲朋好友一起来用餐。 Call 528-3600 Local 1250 for inquiries and reservations.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 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 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 Orient. Flavors, the best on Fernand.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您的新闻主播 Pamela Shi 施佩文，现在为您带来国际新闻。A 7.3 magnitude quake hit on Iraq-Iran border area on Sunday night, killing hundreds of people and injuring thousands of others. 里氏 7.3 级地震袭伊拉克与伊朗边境，伤亡数以百计。据 BBC 报道，伊朗接壤伊拉克边境北段发生里氏 7.3 级强烈地震，死伤人数恐怕数以百计。地震灾情在昨日日出后陆续明朗。伊朗官员表示，该国已有至少335人丧生，将近4000人受伤。伊拉克当局证实至少7人遇难，当局预料死亡人数将继续上升。土耳其、以色列和科威特等周边国家均有震感。这场地震成为今年全球主要大型人道灾难之一。地震在多处地点引起恐慌，居民连夜跑到街上避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清真寺纷纷透过扩音器广播祷告。伊朗红新月会首长莫尔泰萨·塞林对艾琳表示，至少8条村庄据报受地震破坏，还有一些村子停电，通讯也被中断。库尔德自治区卫生部长拉希德对路透社表示，当地情况非常严峻。A North Korean soldier was shot and injured by his own side yesterday while defecting to South Korea. 朝鲜士兵投奔韩国时被朝方枪伤。据 BBC 报道，韩国国防部表示，一名朝鲜士兵在板门店越过分界线试图投奔韩国，被其他朝鲜士兵枪击受伤，现正在韩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国防部发言人昨日说，韩国在板门店的界线以南50多米发现这名朝鲜士兵，他肩膀和手臂被枪伤，由联合国驻当地部队一架直升机送院救治。发言人指，韩国当局尚未清楚这名士兵的官阶。他也说，该名朝鲜士兵所在的位置暴露于朝方的视线中，故韩国人员要爬到他的位置拯救他。过程中，韩国方面没有开火。韩国军方说，这名士兵已经苏醒，但没有透露他有没有生命危险。每年平均约有1000多名朝鲜人尝试投奔韩国，他们大多首先到中国，然后向韩国驻北京的大使馆求助。在板门店越过界线投奔韩国的个案并不常见，目前朝鲜方面尚未就事件表态。A volcano has erupted near Mexico City, sparking fears that more explosions could threaten the country's capital. 墨西哥中部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日前在短短24小时内三度爆发，火山灰落在临近城镇。由于该火山近期非常活跃，恐有更大规模爆发，威胁近56公里外的墨西哥城与2000万居民。据香港东网昨日报道，从监察镜头的影像可见，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喷出大量气体和火山灰，直冲半空3公里。报道称，岩浆流动引发火山性地震，当地政府呼吁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紧闭窗户，避免外出，暂没有伤亡报告。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本月初开始喷灰，近10日多次爆发，当地政府已发出第二级黄色警戒，并在火山方圆约10公里划下安全警戒线，预期会有低至中级程度的进一步爆发。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菲律宾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取得有关台风、风暴等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并及时更新预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陈静瑜。Up next, we have Candice Dan for our weather report.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 Candice Dan 陈静瑜，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Due to a low pressure area which was spotted at 335 kilometers west northwest of Puerto Princesa City, Palawan. Palawan may experience cloudy skies with scattered rain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possibly causing flash floods or landslides. This low pressure area will not develop into a typhoon. Meanwhile, PAGASA is monitoring a cloud cluster outside of PAR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turn into a low pressure area and enter the Philippine area of responsibility by today or tomorrow.For now, it has no direct impact on the weather of the Philippines. Makakaranas ng maulap na kalangitan at isolated na pag-ulan ang Batanes at Babuyan Group of Islands dahil sa northeast monsoon na umaapekto sa dulong hilagang Luzon. Para sa Metro Manila at natitirang bahagi ng bansa, maaasahan ang maliwalas na panahon maliban sa mga isolated rain showers.另外，据中国天气网报道，因为弱冷空气向东的移动，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将出现四到六摄氏度、局部八摄氏度的降温。哈尔滨、长春、沈阳、
呼和浩特、太原、北京、石家庄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能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今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部有大雪。And that's your latest weather news. 我是您的气象 buddy Candice Tan 陈静瑜，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财经新闻，请不要转台。Magbabalik po ang CNTV. Here in Greater Chinatown. Winfred Manila for the win.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 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 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 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Sa panahon ngayon, may isang pangalan na maaasahan. Nagbibigay kulay at sarap sa hapagkainan. Espesyalista sa baking ingredients, sa konting gamit lamang ka na. Ito ang Perna, patok sa sangkap at Number one in food colors and food flavors. The best ang Ferna.看菲中新闻台，我是您的新闻主播 Ricky 孙孙凯，我是主播 Candice Tan 陈静瑜。Next up, we have Michelle Pan 潘伟莲为我们带来财经以及华社新闻。Let's go to Michelle for a full report. 各位观众，大家早，我是您的新闻主播 Michelle Pan 潘伟莲，今天为您带来财经以及华社新闻。ASEAN Summit seen as opportunity to attract more FDI.东盟峰会被视为一个可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机会。本地企业领导人表示，本周召开的第31届东盟地区和世界领导人聚会，不仅仅只是解决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场所，而且还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 进入该国。马加治商业俱乐部执行主席 Peter Perfecto 说，正在进行的东盟会议，主办方菲律宾正向世界表明，菲律宾真正的开放了全球业务。这对于菲律宾企业来说是直接与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相关的主题。菲律宾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一直被认为是较落后的国家，近年来屡被越南超越。Conception 说，每个国家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而竞争，外商直接投资者只会进入可以赚钱的国家，简单明了。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会在菲律宾赚钱，那他们为什么要在菲律宾投资？Conception 还说，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的环境，管理劳工条件，只是确保外国直接投资继续流入菲律宾的一些关键因素。他表示，不仅是菲律宾面临这些挑战，即使在所有的东盟经济体中都面临同样的处境。Up next for our daily Forex and Stocks update. 据中央银行资料显示，
周一非币有所上涨，收于 51.239 peso。The PSEI continued to close lower yesterday at 8,330.02. 昨天的股市行情还是持续处于下跌状态，基准综合指数下跌 103.46 点，跌幅为 1.23%， 收于 8,330.02。全股指数下跌 37.24 点，跌幅为 0.76%， 收于 4,894.62。金融部门和控股公司部门下跌 1.07% 和 1.34%， 服务业部门和采矿石油部门下跌 1.20% 和 1.18%， 房地产部门也下跌了 1.89%， 工业部门则稍微上涨 84.18 点，涨幅为 0.77%。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新闻，接下来为您带来华社新闻。菲律宾洪门暨南学校校友会于11月10日晚假世纪海鲜酒家举行2017至2019年度职员就职典礼。洪总名誉理事长施聪典为新届职员监事，见证会中移交并训会。洪总理事长蔡永达任主讲人，大会主席理事长王立美、新届理事长王明俊先后致辞。上总执行副理事长林玉庆、校董会副董事长洪兆坚、校长蔡建英、无属代表洪总副理事长许天恩分别致辞祝贺。副理事长黄沙利介绍主讲人，执行副理事长柯仁森致谢词，庄伟东任庆典司仪。王立美理事长表示，校友会的成立除了是要联络同学的情谊外，更重要的是想要回馈母校。以上是今天的华社新闻。Back to you, Ricky and Candice. 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You can also catch today's newscast on our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and our website www.chinesenewstv.com. 我是 Ricky 孙，孙凯。我是 Candice Dan, 陈静瑜。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Have a nice day. Magandang umaga po.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Filipino-Chinese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非华体育总会 an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